好，这一局是500、300哦。西风冠军战，出赛，加油！紧张紧张。先打难不输钱，先打难打了就不难了。对。哎呦，先打难不输钱，大家都有啊。来，男的，不打女的，加油耶！不打女的，打男的。那我也先，我也先打男。哎呦，四家嘛，我不要再输钱了，我怕怕。你说怕，你说不输就不输啊。红中啦，你说了不算。对啊，我们这里面大概就你最大胆。李峰，九条。哎碰。哦。哎碰。哎碰。哎。发财，大家发财。90000。呀。红中。加赛，奶哥不会是说给我听的吧？我们是你煮的哎，不然呢？加赛加没办法，就你中啦，中啦，80000。又吃了一只，吃，甜滋滋，一底300哦，300积分哦，白皮，白皮，300哦，打八头，90000。一条小鸟，好，哎呦，气势气势，来一起去跳舞，一起去跳舞，跳舞嘛，跳舞跳舞，五条，好，那我吃一个，好，那你要打，吃中洞还不吃，有什么好想的？对啊，中洞要想一下，70000，厉害了吧？对啊，厉害了吧？没有，我要想，因为我牌太好了，我要想一下，他想怎么放炮？没看过吧？放炮要我想怎么放炮比较漂亮，放给大家。哎呦，哎，这也蛮厉害，这是个技能。四条，反正你也没什么压力，放炮对。我压力很大，只是一个名词而已。我压力很大。九饼不要了，给你们。三条。三条。发财，上上，好可怕哦！上战场，快屏蔽哪一个？哎呀，来早点走，破，假装看不到。吴宇子，你们想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想想，打到打到会发出唉声叹气的声音。想想是，其实他牌很漂亮，对呀，真的打得不好。四条，对呀，他这样经常打，经常打，有一天他一定会输光。20000。啊，白皮，你看我留下来就大三元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怎么来这一张啊？来，九饼，碰。九饼，他自己打球为什么？知道。10000。发财。来，20000。双眼皮。来，奶罩。奶罩戴起来，你是不是很想要穿？没有，我有碰掉了。我有这么明显吗？我不要好吗？我不是这么随便的。这么快，我打8条哎，5、8条。啊，这么厉害啊！庄家们惊讶，门清哎，我从来没碰出来哎，是谁放炮？哟，好险不是我，好险我反蓝台。厉害，他一个目标设定两台。1100啊，恭喜！遇到遇到个老天哎，我要自摸。九，第二把。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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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风西风的冠军战了啊！哎呦，哇塞，10000，好像那个后起之秀哎，没有啦，我来帮你治他，不要啦，哇，我让你留下来，崛起耶，真厉害，南风。门清哎，刚才门清，我还把他看扁了，我以为他不会打牌。他很会，打得很好，在教训。厉害！来，我的妈呀，最讨厌这种牌。来，东的，东的，白皮，天哪，
还在敲叫天呐？啊？打二条了还叫天呐？弟呀，弟呀，天地良心呐，天地自己人呐、啊。南方牌再好，牌再好都没有用，越来越远。你看牌多好，又想打左，又想打右，二万选择性的那么多，就知道他的牌很难打，这样好牌就是这样子。像我们想都不用想，抓来就知道打什么。对，八筒。来破，发财，中，你中了，中，北风，碰碰碰碰碰，你要碰啊？我要碰，我要碰，你真的有很认真在玩呢。三条，要不然会被制作人骂。真的吗？我等下会被踹。八条，你那么精踹，碰吧，碰吧。四万，猜，红中，看牌多烂，乖啦，看牌多烂，发财，大家发财。那你们都烂，大概小猪的牌我没有很好，我真的没有很好。个性吗？个性超好，个性系统，人没有很好，身材好，身材好，身材还好，也还好。哇，十万八千，你还有吃个三万，这种牌这么好，还可以吃到。来吃我的鸡，我不吃。瓮缸鸡太老了。我是说这一张牌来得太晚，牌打得不好，话讲倒是蛮厉害的。来得太晚，话讲得傻傻。我讲错了。熊熊不是简单的人物，三万不打。你只盯我，到底对你有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没有办法，我牌很怪。牌很怪，我人才怪。第一次听到有人承认自己怪，也是蛮特别。九万，这牌不上张真的是很难玩，一直在找边，这么快。三条。九饼。两边。八万，终于把八九万拆掉了。那手想才这么手呢？发财！八饼，吃。吃到了。怎么打？好，用力打。六条。吓死了！我要吃它，我要把它碰走了，六条，很吓人。那哪个是提醒你？我有中洞哎，我很会喂吧。哎，我是吃对对不对？是吃吧。二条，六瓶。嘿嘿，哎呦，我可以唬你对不对？可以啊。哇塞。耶、yeah, ，有收入了，谢谢大哥。这次没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跟你没关系。为什么二饼？跟我没关系。哎，那还可以拼二饼哎。哎呦，两张了。在好后面哦，快到后面。庄家，庄家，心情好，中洞，心情好，对，三台。三台。心情好，没有台。两台，好，也是一千一啊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哦。该还是该我吗？该我。对，我说我连庄哎，第三把了，三把了，八点来了，我出菜啊。好，庄家，碰。哇哦。来西瓜。一台了一台。西风哦。二万。早打早打早打早跑。西风。二万。早打，太早了，太早。红中，好，九条，弹簧手，九条，哇，好，来发财，哎，不好
好打。三条不是不好打。三条我可以吃哦。可以。嘎吉郎啦。嘎吉郎，谢谢南哥，北方。还不吃。自己人，哈，不要客气。问一下。不要客气，自己人拿去吃，记得要报温就好。报温。要有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。感谢有你哈，九条，九条，黄章，一路发，一路，哎，六九，刚刚的牌你三六九，你的牌，我的牌，来一万，天高皇帝远，哎呀，难了啦，难了，这越摸越远，难了。哇，二万，你行了你。好，我已经烫到了三万，天躺到了，烫到了，我想说天躺到，是的，这牌到现在没有变过，没有变过了，没有进牌的意思，没进过了，没进没当了，来，四菜一汤，四菜一汤叫五饼，梅花餐。九条，雪中其实蛮丁的，真的吗？你都不要是不是？我打了，你都跟我打一样的、啊。你被盯得很痒，我想说你可能会摸了，然后又要这样子。我在想说会不会这样？什么？四条。哎呦，这种事，有这种事情啊！这清水变鸡汤啊！哇塞，那么厉害！来，一起跳舞。一起来跳舞，一起去跳舞，一起去跳舞。一饼，他都跟我打一模一样。你们两个磁场会合？很难，很难合是不是？很难合。六万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好紧张哦。急不急？现在你们两个相差四条，1600分。拍下，万一不幸，单眼皮。东方，什么时候？我想我字幕我就打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字幕你也要扣，他也要扣。我想把你们分数拉近。哦，你要看精彩的好戏。哎，看我们两个到底谁能够厉害。没有，万字都不要。哎呀，西瓜，西瓜。哎呦，三眼皮，三万，万山猪脚。西什么？西瓜。西北。水晶球，西北五条，西北五条，你现在开始，西北水晶球，现在你开始接近乱讲话了哦，五万，哎呦，这五万碰得到，人生人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这张一定放炮，真的真的放炮也没办法，奶哥的预知哦，一定放炮，好，放炮放炮放炮，放炮，这一张一定放炮，发财，发财不会放。哎呀，过不去，糟糕，完蛋，我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瑞芳，回不去，哎呦，什么？四班呐，我白，我这牌全部被抓死，交啊，得动力，小鸟飞，哪有咧天气，无什么代志，我心都放炮，放炮就快旺，棒棒。这个我还真没听过，完全不知道。对，这民国30几年的，不需要接的，接不了，没退路了。来九万，我这个牌被他抓砍，没退路。哎，三条腿，无路可退。敢抓？没退路，待会你又自摸中洞。西风。他都这样，没退路，他自摸中洞。跟你打九万。这牌一张都没有。哎呦，我牌一张，三条腿。我的牌一张都没有了，十彩一堂。十彩一中洞。我就知道他要进中洞，他真是。你看一下，我这牌一张都没有了。奶哥，我跟你讲真的，是他太可怕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熊熊炸死你了。六九饼，你看看，我是不是说六九饼？六九饼七张在外面。你怎么？你我自己一张八张。八条被他拿走了，对啊，还有机会，他非自摸不可。是，过水过水过水，放枪，非自摸不可，绝对不过水过水。我的策略是疯狂放，来，对你赶快让人家浮掉。对，
下去。十二，好来，出菜。北方。这个牌要自摸多难。来吧。看他还在盯我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太开心了，牌太好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紧张哦。那你装哪里啊？对，哎哎，对啊，没错，没错啊。对嘛？我也急了。六九饼没有糊到，我很气。被抓死。另外下家两家，然后抓了我七张。对呀。没关系，一万。遇到高手，我要回去要跟人家宣传，说小猪很会打。没有啊，以后打牌不要找他。没有，在这里。好可怕。嗯。都是他在胡，都是他在。发财。六九饼胡不过人家卡五饼。对呀。外面还打过。对呀。对呀。都会被人家笑。对，麻将就是这么。你的真好。啊！单眼皮、双眼皮都打了。碰了碰了。发财！现在只要赶快自己听牌，赶快把它糊掉，来把它摸。摸掉，加油！来北风，我这把我要去自摸就好看哦。对对啊，对啊，不要摸，不要摸。我要放炮也很好看哦。放炮没什么，放炮没什么，我自摸就好看了。自摸的话，那真的是，真的是有一套九万。碰，还要玩？还要玩？碰，东风。都变哇！一动加加动，一切都变，也没什么变变。八条，七万，小鸟，三花一条，九条，七，八条，八碰碰碰哎，八条碰，你又没人跟你讲，八二饼。七万，哎，没胡吗？胡吗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不要了，你胡了我就没得玩了。你胡什么？撑住撑住，你要撑住。我这牌是完全没机会。还有一点点小机会。我你的嘞，白皮，牌真的是，嗯，六条杠。不用讲，不用讲，你干嘛？不用讲，杠不能讲。先摸屁股，先摸屁股。不用讲，对不起，我太诚实了。那我的三六条怎么办？你这样讲话，我就不能去盯三六条。你们这样子好像有一点。我想说提醒你们吃不到了，幽默哎。太硬了，太硬了，怎么办？我要被奶哥揍了。我那楼下管理员都在笑，哎，楼下的都在笑。啊，我这个牌怎么打？他把我六条杠掉。你看我人好，我提醒你哎，我让你不要等。你看他搞不好打心理战，没有，九条是杠九条嘛。九条碰。来，七条。碰碰碰。哦，所以是不用气压的，九条后面会气死哎。打一只，快点。打什么我都碰。它是清一色哎，七套。哦，它死了。六七八条。四七饼。四饼。摸牌摸牌。嗯。有没有？你们有白棋？五条。白棋。投降。他输一半，投降输。八万。为什么要笑出来？是不是真的？你又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，我都被你唬烂了。真的有啦！你那么有啦！你那么单纯的心，真的有啊！真的有了，九万。四饼。哎，你还吃？你还没听牌啊？还没听。三铺，四铺。三万。抓来绝招怎么了？抓来，摸回来了吧？抓来三条了，三条偏头痛，三条抓到了啦，刚刚偏头痛，我真的拿到三条。他不讲的话，事情都不会这样。他这个一讲哦，我是开笑哭了。我不要玩，我就输了，我就输了啦，我这个没办法打，真的。这个一般会讲，那这样子我能吃吗？就完啊，
奶哥在想。八万，我回去一定要看破局。你真的会把他气死？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哦。三条，还有三条。那边被你害，运气太好。来。你看看，哎，真的哎，结果我这样吃，我就说他出个鸟声哦，哇，整个天下大乱。五万块，这就是熊熊的内力，三万，很厉害，这真的很厉害，三倍。一次听到那个钢牌讲出来，我们还有听到，没听到就算了。装的没听到啊？不行啊，问题就你们可以装没听到啊，我是胡乱的。艾比，好了，就这样。艾比，太好笑。东风，有字幕？四条没有没有。我要过水啊。太扯了啦！没有台对不对？没有台，没有台哈。好有趣哦，好好玩哦。所以呢，再加500的积分，毋庸置疑的，恭喜了！哦，挑战第一次成功。